主耶稣的神迹证明，这个中文第十啊，主耶稣的神迹证明他是旧约圣经预言的救主。约翰呢，因为他被捉了去坐监，当时他的怀疑，他差遣门徒去问耶稣，到底你是我们等的人，因为将来还有另一个。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，你回去告诉他，你所看见的事就是什么呢？瞎眼的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这个就是以赛亚书呢预言到基督来的时候的情况的。就是当这预言应验的时候，这些神迹证明耶稣就是那个救主。